影片开始前，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？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OK， 影片开始 ，Let's go。来，朵朵，朵朵开麦。心花朵朵开，朵朵。Hello，Hello。哎，来，朵朵你好，来，安安几岁？哪里人？对，浙江人。哎，几岁？我27。哦，27岁，浙江的妹子啊。来，这位浙江妹子，你想说什么？其实有做一页 PPT 哦，但是。我想先那个讲一下那个前面有一个23岁的小哥说，什么来大陆工作，将来可能考虑来大陆工作的这个事儿。嗯，首先是很欢迎，因为我这几年也看到了很多台湾的这些年轻人来大陆工作，因为我工作的公司是有台湾 site 的。嗯，我非常清晰的看到台湾的，我们属于相对传统的行业啊，就。我不知道那个杰克您知不知道，就我们叫快销行业吧，就以前会遭管培的那种。快销以前是销售业的吗？还是什么？就美资的，比如说像什么可口可乐啊、宝洁啊这种这一类的。哦，是消费性的这个物品是不是？对，完了以前呢，就是属于台湾，可能比如说像以前的大中华的总部都放香港啊，放新加坡啊什么的，嗯，主动其实往上海啊，或者上海周边移，或者在广州，嗯，宝洁其实在广州，嗯，然后以前其实台湾人过来很少，但现在台湾的同学，就是我们年轻的几批，其实台湾人过来蛮多的，嗯，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台湾的整个。就也在变小，因为我看过台湾的生产的需求，嗯，成本就的确很高，台湾也没有能力去供，嗯，说台湾其实基本上我们至少我们公司它只供台湾本岛，嗯，还有韩国一点点，嗯，但是像其他的什么亚洲的像香港啊日本啊，嗯，包括我们整个大陆啊肯定都是中国的货在供，包括我们的生产标准其实已经远比台湾要好，嗯，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 general 的，可能相对传统一点的制造行业的情况，所以来大陆可以看一看，的确很多机会。嗯，我不能说多机会，就是你如果他如果不是什么特别高精尖的，哪里都抢着要他的这种行业，其实大陆可能整个市场相对大一点嘛。然后我觉得大陆市场会大很多啊，因为像这种消费品的话，你们那么多省份，那所以台湾就一个。就讲真的规模就是一个省嘛，那所以以那种工作机会跟那种能够发挥的空间一定大陆比较大嘛，这很正常啊。嗯，我觉得从结果上看反正是这样子，因为你们台湾 site 的那个 director 已经跑到大陆来找岗了，哦，我们我当时看同一间公司吗还是怎样？对，我们公司的台湾 site 的 director， 因为在台湾他其实，哦，他已经跑来大陆了是不是？对，他其实很现实的，因为你到一定年纪了，他可能会觉得你太贵了，他可能就要收编嘛，哦，那台湾的这个 headcount 其实是在减少的。 OK OK， 台湾的成本也在压缩，所以我其实已经看到一些人跑到中间跑到大陆来找机会。我们这个行业也在就盘子没有办法继续变大了，嗯，它总体的这个体在，反正大概是这个情况。嗯，我自己家里的有一点小作坊的生意，就其实可以看得到小作坊的生意也没有那么好做，但是这种正常收入，因为我看了一下台�湾的最低收入大概应该是6000多人民币这样子吧，好像是2万7台币，反正大概差不多，最低，6000多人民币，我觉得这个收入，你跑来一些北上广深或者杭州，其实应该还是比较有把握能赚到的。我自己的
但我这是身边即世界哦，不能代表平均数据。我知道，但是如果以台就湾你如人果来讲，要去大陆工作，他不可能去追求那6、7千了，他应该要更高一点，他才有这个动力，或起码前景了。哦，对台湾人来说，哦。那我就以我入职的这个行业，他们新人进来其实十几 K 人民币，至少拿到这个水准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1万多就是是不是？1万多人民币啊？三起跳吧，但是他得走比较，觉得各种面试程序其实也蛮讨厌的，就是OK，他还是有一定的招人要求。但嗯，你如果社交进来的话，你至少我觉得拿到1万左右也没有问题。嗯，你们被这个看岗好位了，啊，哦，你们新人是不是？嗯。我们至少我几年前进去，我拿的就已经是这个水平的入职 OK，OK，okay, 的薪资了。okay, 你们公所司以入我，职薪资很多啊，欢迎这个台湾人来，到时候投履历哦。好了，你们欢迎台湾人去入职嘛，应该就反正没有这个歧视嘛，就是嗯，不至于说是啊，你哪里人会就会怎么样。而且其实大陆很多公司或者学校对台湾的小朋友，其实他是嗯，嗯。我觉得还是比较优待的，尤其是上学。嗯上学这个，我们新来的一个台湾的管培小姑娘，将近2000人，她就是北大的那个清华出来的。你如果正，OK，嗯，大你是说陆北大的的学光校，华管理学院是不是？对，她在那边念的研究生。那当反然正了，如他果要，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，那当然很厉害了，对。但她这个。我觉得他这个年纪去念这个学校，其实跟他是台湾的生源有很大的关系。反正 OK，总之是这样子吧。然后我本嗯，来是想聊一下那个，就我看了阿包，他说那个一国两制啊，包括我在群里跟大家聊，嗯，我自己也有很生气的点啊，就经常被你虽然你说那个大陆的这些朋友们会在这儿轰。那个台湾的朋友，但我其实是被台湾朋友炮轰，哦。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去做了一页 PPT，阿包炮轰就是你我啊！哦，炸包。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台湾人，他就哦，是你前说的那个情况，就是你前面聊也提到说，哎，台湾现在有这个人民选票，什么可以给老板，但是绩效很差。嗯，哇，他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行为，因为我说台湾有些结果不是很好，也要看结果。他说，但是我没有监管流程啊，我没有这个人民监督政府的这个机制啊，你们有吗？哦，虽然他还要补一句说，虽然我们这个结果不是很好，但我们有监管流程啊。我觉得这种讨论就很让人很无力。然但后他我没就有被炮他轰追你着啊，骂。他还是在跟你讨论对，他后面追着我骂了呢。一句，他追着我骂，OK，好，后面追着你骂我讲不过我就怂了，我就逃了。然后我就去啊，哦。看了一下你们台湾行政院的数据，就你们官方公布的一些数据。你们呢？就是，我给你看一页我做的那个，PowerPoint，不是，我截了图，然后我放嗯，到那个群里面。哦，好，你我说。的那。Surprise！现在是工商时间，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，叫做白金会员。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？加入白金会员，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，以及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，成为高级成员哦。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？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？哎，你加入就知道了。还不加入？还不加入？还不加入？赶快加入！